钢铁人、金刚狼、奇异博士和洛基在学生的画笔下栩栩如生，他们是吉隆坡慈济国际学校中学组各运动队的吉祥物。慈济国际学校举办体育让我们团结为主题的运动会，除了参与各个竞赛的健儿，学生还分别参与美术设计组、步操组及啦啦队，让孩子能发挥所长，也展现团结友爱的精神。我是看到很多那些虽然是没有在可能跑步啊跳这些有很好的那种天赋啦，可是在 Deco 那边他们有另外自己的那个 potential 咯，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啊，就要找一个 platform 给他们去发挥他们自己。那运动会很好，就算可能有些人没有这么强在运动上，但是他们也是有别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才能。朝气蓬勃的啦啦队认真看待每一次的练习准备，希望能展现自己和团队最棒的一面。这个舞蹈是比较吃力，而且节奏比较快的，如果你节奏很乱的话就很难跳出那种感觉。我觉得就是多加练习，最重要可能是团结，还有就是认真把舞步跳得好，跳齐心协力的话，这样的话团魂也自然在。整齐的步操考验的是队员间的默契及团队精神，小学学生不断重复排练，力求每一步都臻于完美。你要有一个 sense of unity，还有你要知道怎样 order 还有 control 你的人。 For the marching team, I can see that we comprise of a lot of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year ranges. So these students have really put in a lot of effort. And from what I see, it really unites and ties in with the team of this year, uniting through sports. 借由运动会连接全校师生，过程中共同克服困难，为各队设定的目标而努力。麦大爱吉隆坡综合报道。